最最孝顺的四大生肖。第一名生肖鸡，属鸡的人是非常孝顺的。属鸡人能说会道，不仅仅是嘴巴甜，不管是吃的还是穿的，属鸡人他都会随时考虑到父母，也会教育自己的子女，关爱家人，孝敬老人。他也非常的有耐心，喜欢跟父母聊天，听父母唠叨。属鸡的人也会拼命赚钱，努力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属鸡的人的确是非常孝顺的。第二名生肖狗，属狗的人做人做事都非常的得体，对人也非常真诚，这都是得益于从小父母对他们的教育。属狗人也很孝顺父母，为了不让父母担心，属狗人无论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很用心很努力，平常也会尽量抽空回家陪父母，能够耐心的听父母唠叨，父母老了以后也从来不嫌弃。属狗人也是十分的体贴人，也会努力赚钱，希望能够让父母过上富贵吉祥的好日子。第三名生肖牛，属牛的人勤俭勤奋，他们性格很踏实很沉稳，做事情有板有眼，很认真负责，尤其对父母特别孝顺。属牛人的责任感是与生俱来的，他们非常注重家庭的传统生活，很懂得养儿育女的艰难，也非常懂得感恩父母。他们很重视教育，孝敬父母也是他们对子女的教育，因此家里有属牛的人，一家人关系都非常和睦，和和美美，幸福甜蜜。第四名生肖虎，属虎的人在外面很坚强很自信，职场上也是很强大的，有能力能吃苦。而在家庭生活中，属虎人也是非常懂事的，他们孝敬父母，离家在外的属虎人也从来是报喜不报忧的，不让父母为自己担心。属虎人一生都很勤恳，努力赚钱，为了让家人父母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努力。